好，观众朋友，不知道您今天晚上有没有看见今年首次的超级月亮在晚间7:52登场。这时候的月亮呢，比平常的满月来得更大。您可以直接以肉眼看到又大又圆的月亮。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表示，今年的超级月亮有两次，分别在6月与7月。今天晚间6:44，月亮升起，并在7:52正式成为满月。由于不到12小时后，月球即通过近地点，当下与地球的距离会接近到36万公里以内，比平常接近7%左右，在地景物的衬托之下，显得明亮，更加的美丽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